2004年，就是赖清德去有三个人，讲有三个人甲拍嘛，哦，新办的迄个检察官就是即马要接法务部长这郑明谦啦。原来是安尼哦，是一路会当升甲台北市地检署的检察长，你爱算？哦，这段中间你嘛袂记赖清德做两当外迄个行政院长呢，拍人就唔对了。怕人就不对了、哦、希望这个检察官未来法务部长不要用颜色办案了。高鸿安一办的啊，哦，宜兰的馆长林思妙一办的，我看你判有罪啊，无罪？为着办你办嘛。法务部哦，法务部啊。这个部长呢，其实大家想讲啊，较容易啊，唔知啦。我甲恁讲吼，2004年呐，哦，2004年，就是赖清德去有三个人，讲有三个人甲拍嘛，哦，三个人甲拍，伫大义励志对面电信局后壁迄条单行道，哦，啊，因都对。对合一路对面这边加落来吼、哦，啊，对北向南的对了，逆向行驶。啊，多偌清掉因家里啊，叭叭叭啊啊出来遐讲哎，哦，伊的行啊出来，我正就的是迄个手机啊店，手机啊店哦，啊，迄、那个手机啊店呢，伊挖出来了后。大清掉因行来啦吼，迄间叫做亚利电信通信行的阮，伫英华路的旗舰店。啊，所以我落来了，大清掉啊，讲你卡安尼开啊，你开车，伊讲你卡咧行安尼行，伊讲你卡安尼开啊。哦，伊啊讲啊，我兜好个，我有钱啊。啊，你就甲我开红单落嘛。开红单啊，可能唔捌伊啊，可能唔捌伊啊，哦，啊唔捌伊边啊，落来了，口气也无好嘛，啊落三个拍一个啊，哦，啊三个拍一个，赖清德是堪伊的助理呢，这个助理我捌伊，叫蔡顺天，顺天呀，哦。啊！伊无互拍咧，所以赖清德我那作孽个，我互拍你无互拍，伊同我安尼同我无头路，我感觉清德啊，现在安尼也对伊无公平哦。我这，但另立他去讲，拍了了后，哦，可能拍到入院啦，安那新办的迄个检察官就是即马要接法务部长，即郑明谦啦。好、哦，我安尼讲，足侪人唔知啊，台北正人拢唔知啊，记者嘛唔知啊，是昨日咧甲我问，我甲讲安尼个，哦，原来是安尼哦，哦，那阵是爱神啊，一直一路会当升甲检台北市地检署的检察长，你爱算？哦，这段中间你嘛袂记，赖清德做两当外迄落，做两当外迄落行政院长呢？好、哦。行政院长安尼，安尼你就知影。啊，所以安尼一路起来，好、哦。啊，伊家用当机是用重伤啊，上早恁问是讲用杀人甲办呢，办迄三个，无啦，目睭有拍了有重伤啊，有安那无你？人家是讲拍到目睭失明吼，还是讲同我残废，安尼嘛叫重伤害。要用无用，当然最后伊唔敢用杀人，用重伤害。个具体求刑4年6个月，这所有那内行的司法界的律师啦、检察官看，无人安尼嘛。啊，这就是天罗清德情啊，当然拍人就唔对。怕人就唔对了。
哦，人哪里讲？所以，在这个所在，因三个最后是被判刑去执行嘛。啊，在这个检察官安尼，哦，后边伊去安那升迁，当然我今仔有哪有讲，希望这个检察官未来法务部长不要用颜色办案，高鸿安一般的，哦。宜蘭的館長林思妙一般的，我看你判有罪也無罪，為了辦你辦嘛，那件事大家都很清楚啦。在陳金德的手來用的沒事情，換林思妙起來，跟鄧英來變有事情，所以我當然我也不愛評論說對還是不對，對吧？啊！你著接法务部长了，我拄啊伫司法委员会啊，就安尼啊，啊，著大家来论嘛，讨论一下哦。你对法务部这个检察官哦，包括司法的改革，你有啥物看法？哦，第时候我会请教伊，会请教伊。哦，啊，当然伊有伊的专业哦，啊，是毋是？人是安尼嘛，咱堪伊讲了，伊然后来拜访，咱堪伊啊，伊也听到遐新闻，反正听到我咧讲伊遮个新闻，反正伊就无来拜访啊。我来蔡清祥个足紧就来拜访啊。邱垂正嘛，这两日就要来，因为迄天阿未新闻阿未出来，伊连落讲要来拜访，我就想啊，这个要成功，还管无？雷哥都要下令嘛，即马也无中即顺，也无即顺，也无啥。甲伊向阳讲，邱垂正要来拜访哦，啊咱来咱的哦，乡军不大俏面人啦，对无？立济无太人，来者是客哦，咱太子以内，啊咧大家交换，若要互两方和谐、互平安、好代志哦，所以我现在一路对赖清德会有期待。啊，你讲伊用这个？较早堪伊熟悉用迄个康，不要紧。我伊伫台南市开始，我就对于用任何人，我拢无意见，我拢支持。我唔捌来讲这个盲用，迄个盲用哦，我拢总支持。但是你家既然要用因，对无？所有的政治责任就是你来担。因做了无好，就是你来担。因为啥呐？我咱卫生讲头前哦。卫生公投前了，本来无你嘛伫遐假咧，吼、哦！咱中华民国就是双首长制嘛，总统，啊你总统哦，请卓荣泰来组阁，对无？吼、哦，即嘛卓荣泰是行政院长嘛，你要请伊组阁。哪呢？你要叫什么人做部长？要叫啥人做部长？准则是拢你的人啊，是不是应该由卓荣泰去联络？啊，无我是变啊，以后我变啊做行政院长，我变啊带啦，哦，我变啊带，变啊带人嘛。啊，我是安那知影拢偌清德联络的呢？因为有一个互伊点过的人。叫做黄伟哲，罗清德伫两年前伫台南，哦，黄伟哲，徛起，市长徛，哦，啊，卡成规矩毛拢在在，道歉，哦，爱怎道歉？台南市伫甲台南人道歉，啊，你若知影讲罗清德嘛知影台南，互因凹完昨天嘛，所以爱道歉。后来既然安尼。台南有一个陈淑珠，哦，本来是阮的台南市政府的迄、那个哦主计，啊，伊退休啊，黄伟哲怎啊又来做研科会主任？哦，罗清德即马呢，伊要请伊来做主计长啊，哦，就迄个蚵仔面线一碗二十块迄个。一块，
而且这个主计长，所以赖清德家己处理，刷了赖清德家己打电话给黄伟哲。哎，本来拢无人知啊，黄伟哲家己出来甲记者讲，我了赖总统打电话，我才会使讲唔对不对？啊，你看安尼看话路，无采讲你是台南市长出身的总统，你唔得好。卓荣泰院长去甲黄伟哲讨人，安尼好，行政院长欠台南市长一个情分。安尼我台南市啊院长啊，阮遮一条路要建设吼，啊佫减三亿、两亿，啊你着倒一个建设减两亿、五亿，啊院长才来帮忙者，对不对？你唔是啊，我拢处理好啊，伊着讲，差不多我处理啊，甲卓荣泰讲。啊你就去上班了，这我拢来处理好了。不怪人讲你卓荣泰是你的幕僚长尔嘛，好不？所以这实在我，但是我的原则就是，我不管你用什么人，我不管你用什么人。哦，所有人家的人的做的代志，就是你既然要安尼，就是那安尼就是你嘛，要安尼就是你。你要打啦，对不？哦，这安尼的心声啊，哦，所以要打，好不？感谢您的收看，请订阅支持哟。